这个原则哦，在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，其实都一样。包括现在网络用的更多，所以网络为什么有些新闻会被分享点阅率那么高？其实很多是个共通的原则。所以我是有一些参考的一些资料给大家，但是呢，我想从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先来看一，给大家看一件事情。好，各位先看一段影片。等前第一排就好。前面的关，后面就要关，睡着了看得到。没事，他声音很不大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大家再跟各位解释。这样声音听不到。对，我本来建议一下，有没有那个？我们有一个资讯专家。声音可以就是，他是音乐专家。这样听到吗？还是让我去接他吧。我可以对准他的音乐。这样，来重新来一次。这是这一次福茂的吗？对，那个是记者那个，我没点来看。这些人是谁的啊？这人是记者，这些围在一起的这个是记者，这个吗？等一下，这些人他们是记者，那记者他们就围在一起在讨论。等一下，因为那天是郭台铭要去跟学生见面，说后来没有见成，那在那里见成在等郭台铭来的时候，这些记者就在聊天。那各位可能因为他声音还是很吵。我听得很不一定听得很清楚，里面就有说，哎，刚好听到一段说，我其实不想要他来，有位记者说，对，他说，因为我想下班啊，因为他来了就要采访的人更多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哎，我其实要郭董来，就因为要让他给那些学生一点颜色瞧瞧。然后他们其实中间很多过程，不止这样子，他们还有包括是认为说，他们还安排那个记者打电话给那个。里面的异常的林非凡，给林非凡做什么？就是叫他出来跟郭台铭有碰面的机会。碰面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当做哎，对新闻来讲，就是两个碰面就是一个新闻，只要有照片画面就知道他们见面了，不管他们是有没有真的谈到几句话。所以他们就打电话跟林非凡说：“我记者有事要请教你啊。”没有跟他讲说可能是郭台铭要来，因为林非凡可能他们是不想见他。那他当时就故意说，其实我们记者想见他。类似的就是这个整个记者在讨论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他们碰面。不管记者的态度怎么样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多新闻是记者设计出来的。但有些事件是正在发展中，但他能不能发展成功，我说是记者他去安排或去设计，让这个元素可以汇成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那件事变成说，因为没有看到郭台铭出去，那也没有看到学生只有在里面讲话，这种的新闻对于电视台来讲，他们讲是非常的 boring， 他们要做成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闻。跟那你再保证一下。所以我播这影片，这谁拍的？各位猜？你看，因为影片很模糊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有拍到我，
谁拍的？因为在立法院那边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就自称是公民记者，他其实在那里，他也在议场里面待过，他就听到这记者在讲话，他就把他录起来，录起来之后他就坐到讨论区，就是那个 PPT 讨论区，哇，那就引起很大的轰动，因为当时哇，这些记者原来在设局，这个新闻就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。那我们除了把这个新闻影片把它当作一个新闻处理以外，我们有找到这个公民记者，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当初要这样设计，为什么要去被拍呀、啊？那你就说这里。那我们会问的原因是说，因为在那里你要知道，记者在讨论的现场也是很多人都可以出入的地方，它是公众场所。可是这些记者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变成报道对象。哎，他们都是报道人家的、啊，突然今天他变成被报道。那我跟各位讲，我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，已经到昨天已经接通四通电话，就是在场的四个记者都要打电话给我，要求我要下架那影片，我要跟我抗议，他叫我要更正说事实并不是这样子，然后他要求，做平衡报道，就说，这些记者你又没有问他们的说法，为什么就可以报道这个影片？为什么？这部分可以想一想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是有看到这个影片啊，然后我也是觉得说你，我刚开始会觉得说你在录影的时候没有告知，甚至说比如，可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场域，而且是三个人以上，是一个很就是等于是一个公开的场所，对。对，这是一个公共场所，这很重要一点。说你拿到这个公共场所，比如说我假设在我们家里，我们聊天，这个你把我们讲话出去，这是完全违反隐私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如果是公众人物，或是你掌有一定的权利的人，媒体也是第四权，他基本上他的隐私会比一般人还低一点。比如说我们一般人，你不是一个公众人物，大家都认识你，你当然绝对不能你的隐私都公诸于外，他已经违法。如果是记者在讨论的，他会涉及公众利益。然后他的公共场所的谈话，他被录到，他没有用隐私权作为拒绝或、法律上诉的理由。那这是第一，刚才讲到这个理由。那另外他们提到问题是说，那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这些记者的说法？那我有访问他们，那我们因为我们文章都没有写到记者的名字，各位也可以看到那些基本上人都没有看到人头，都是身体。那我说可以啊，我只怕没有问到人而已，告诉我名字是什么，那我就一一你的说法登出了。他们一定不敢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这样还人家还知道有记者，但不知道是谁。那你一讲之后，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？而且他们有一个说法，我们媒体做新闻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专业伦理就是要平衡，有正反说法，就是说你敢说这是对的，大家说不对的，我们应该要平衡。所以他们 argue 我一点，那你都没有还我们说法平衡就等了，应该不能这样子。各位觉得一般道理来讲这样对不对？一般来讲是要这样子。可是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意见 comment 就是意见，你可以有正反说法，可事实不需要等到正反说法。例如说你拍了一个影片，他跳下去了，你说当事人来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跳下去，他说没有。啊，这你看到已经他跳下去了，他说没有，这种的评论是假评论。你当你报道一个事实的时候，他基本上他可以有他的说法，可是不表示他一定要他的说法。何况这里因为没有点名任何一个人，根本没办法去，除非他跳出来说是他，不然你不可能问到他的说法。那我们去报道这个，并不在指责任何一个单独的记者，而在呈现出一个现象是什么？就是这些记者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去设计一个新闻，设计一个新闻，这个重要的呈现的现象是这个。所以我当然不需要去等到他们回应说法才能登。那他们又跟我讲，他说这个影片刚刚讲的，其实它总共大概不到两分钟。那这两分钟到两分半钟，会不会你是断章取义？因为我们可能讲很多话啊。对啊。你只有两分钟啊。嗯。那我跟各位讲，我回答他说，你们电视新闻如果能播一分半钟，就已经了不起的新闻很大了。
但他们常常都播这样的新闻。电视台的新闻不是一分半钟就结束了，而且他们30秒就结束了，而且里面访问很多人。对，还剪接。对，哦，你们来一则新闻不是断章取义。那这个影片确实不能涵盖全貌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不是匿名，所以不是匿名。虽然我们没有把那个拍影片的人说出来，可是我们访问到他，就说嘛，表示什么？哎，我可以找到当事人来出来作证。他不只是拍了影片，他还听到现场的其他对话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有依据的。我不是说没有依据，只是网上一传的影片，我就把它丢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会非常不负责任，因为这影片可能会作假。对，可能作假，例如几个人故意装作电视台记者，那我就在讲讲话，然后就录起来，那我就说这些人，哎，这也不行啊。所以我们基本上还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当事人这个拍影片的说法，所以我不需要一定要有他们的说法，因为他自然不敢出来说。我想这部分主要跟各位先做这个解释。不好意思，张大哥，你刚刚说他们说，是他们说要澄清，还是我刚听到是你说他们说？他就来跟我抗议，对，要求我澄清，要求我更正，下架那个新闻。对对，那他们有说他们要讲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吗？有澄清吗？还是他们自己说我不要澄清？他只是讲一件事情。就是说，哎，事实并不是这样子。对，那他有没有说事实是怎样？他有一部分后来有一个人有讲一点点，但是那一点其实不是关键。例如说，他叙述的时候，那个拍影片的人有说，那个记者打电话给那个叫卢嘉诚立委，是国民党，因为卢嘉诚立委就跟郭台铭很好，所以他安排的，他安排这个郭台铭要去见学生，然后他就影片叙述是主被动相反。主被动就是说，影片是说这个记者是主动打电话给立委，然后再跟林非凡联系，让他两个对话，记者安排。那这个记者解释说，不是他去做这事情，而是立委打给他，他是转告讯息给林非凡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是主被动不同，但除此之外，他们没有办法再解释说，我刚刚讲的说，哎，我和郭董来就是要给他们挑一点颜色看看啊。啊，我叫你去假装你是谁，然后打算出来看他们后面啊等等的，这部分他无法解释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所以他可以说啊，这个主动被动，他做这事情是主动被动不一样而已。我想这部分非常，所以他要澄清的只是这一小点。对，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后来有帮他补充，我说让有点来很照灯一样，让他说法呈现，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哦，我马上就一定对。可我们做新闻其实最怕一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电视台记者，他们在这次新闻应该，我是希望他们有学到一个教训，因为我们新闻刚刚讲，电视台一分钟就是算很长，算了一个完整的 story， 它影响的人非常大。我们常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一个一分钟、半分钟的影片，就会影响到一个人。可是他们这次变成自己做新闻当事人的时候，他们才害怕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网络都在漏收这些记者，一条，因为他透过那个模糊的画面看那个麦，哦，这是东森的，哦，这是壹电视的，这是中天的，哎，他们开始漏收，然后透过一些，我反正我不知道他们厉害，就是哦，原来这是哪个记者的记者，其中有一个记者是最，应该算他最倒霉的，就是我刚刚讲他来更正那一部，来澄清那一部分，那个记者是中天的记者，然后他为什么最倒霉呢？因为影片里面刚刚没有听我。他就打电话，因为他讨论说，哎，要不要打电话给那个，哎，大概要给林非凡这样子。他就打，好，那我打。他打就说，哎，我是中天记者林清吉。哇，这声音非常清楚。所以当不知道其他人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哇，开始漏说，所以他就特别害怕。然后壹电视呢，壹电视本来在这里看不到出来，只要看到麦，讲那个要给学生颜色瞧瞧，就是壹电视这里。然后我们访问这个影片拍摄当事人，说他提出这一点，所以呢，壹电视后来登出一个声明，壹电视的声明是说，我们壹电视根据专业做新闻报道，记者个别的态度跟我无关，他强调说这是记者个人态度，但是他不会。